回到剑村呢？你如果就被剑村所谓剑枪，就不配迎接。好，懂你们教训，我为师第一次。好。好好，以赵中少年，今日不夜离风，天不言晦，一日战斗，每每战绩数更破晓之秋。我有破盖之骄傲，明日顺利一之三的挑战，数更降临之前，我再次出现。从今天，我要明白真相。